小姐，调到25度 C， 小心受罚哦。电费与气温起标，贵得吓人，但是冷气不吹，热到想揍人。高温屡创新高，直逼38度，热到爆，热到冻北调。冷气越吹越头痛，越吹皮肤越干。循环扇空气越吹越脏，电扇、风扇角度受限，怎么吹都不舒服。雾化机不够凉爽，活氧清净机只有负离子，这零零总总的功能缺一不可。但是买起来就要好几万，这可怎么办？现在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只要花不到5000元，就能让您同时拥有这些功能，马上省下上万元，每个月电费也能省上1000元。这么好的产品，现在就介绍给您。大家好，他是张月丽，他是廖伟凡。哎，救过来，救过来！是这一台全新超级消暑利器。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哦，哎，这是最新的涡轮导风叶片研发设计的360度涡轮旋风全面降温，这可以说是结合了雾化机、负离子机、冰晶水冷机、循环扇，整个空气清新、强效的5合1全功能的活氧酷凉机哦，还用新科技创造出富有雾化、负离子、冰凉风的活氧空间，有如大自然的空调机。拥有它呢，在家里面就可以天天清凉消暑，享受森林浴，真是太犀利了！超循环、超凉爽、超省电，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的功能超强，无人能敌。它是采用双培林的科技马达，不容易升温，功率大，使用寿命长，马达保固长达5年。涡轮导风叶片设计，360度旋转，出风无死角，让室内全面降温。水箱容量超大，5公升，可以连续使用22到24个小时，同时还有定时的功能，最长可以定时10个小时。采用高科技超高频震荡技术，可震荡出密度超细、含氧量超高的水分子，有效降低温度，而且安静无声。同时，它可以直接加入冰块或是冰晶盒，吹出来的风可以降温3到4度。哎，千万不要小看这个3到4度，整个夏天是可以帮你省很多的电费呢。它经过 SGS 认证过，每秒可制造12万个负离子，负离子生成量多，这是使空气自然又清新的秘密武器。它这里有集中式的喷雾功能，水雾可以喷得远，而且密度高。主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冷房的效果，而且贴心的雾化控制可以微调，自由控制它的水雾的大小哦。一机多功能，空间很环保，外形时尚，美观兼顾实用，贴心设计，移动很方便，所以我们当然要选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俗话说，人要活就要动，气要活就要流。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吹出来的是有氧的活风。首先，它负离子生成的效果是经过 SGS 认证的，是目前同机种生成量最多。经 SGS 检验报告，每秒可制造出12万个负离子，是布莱瀑布的2倍以上。再来，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借由高频振荡器制造如瀑布水雾般微细的水分子，让干燥的空气立刻湿润保水，同时吸附空气中的尘污，迅速净化空气品质，达到立即降温清净的效果。尤其是冷气吹不到的地方，加速循环效果，怎么吹怎么凉，节能省电又省荷包。另外，涡轮旋风酷凉机还附上了厉害的冷酷武器——冰晶盒。只要把冰晶盒置于冰箱冷冻3小时后，取出放于涡轮旋风酷凉机内，这时吹出的雾气凉爽又清新，立刻降温3到4度。最特别的全新涡轮导风叶片是360度旋转的导风设计，不仅面面俱到，送风无死角，全面凉爽，还可添加水性精油舒压或驱蚊多种功能，环保节能省电又实用，让您徜徉在雾气、分多精、负离子、冰凉风的空间，天天在家做森林浴。哎，为什么要选涡轮旋风酷凉机呢？对了，因为它有比别人更大的水箱容量，
一次呢就可以装5公升，而且可以连续震荡出24小时的水分子，动静不哦。哇，我知道了，像别人你看只有1.5公升，可能啊3-4个小时就要加一次水，哦，这样很累呢。它同时啊还采用了 HV 高级的震荡片，不仅呢它安静无声，而且震荡出来的水分子是冷的哦。是的，不像他牌也许喷出来的水雾是温温的，我们的水分子密度超细，含氧超高，不会有湿热的感觉，只有凉爽不流湿热哦。您听过可怕的空调症候群吗？您知道一整个晚上吹冷气大概会蒸发500cc 的水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早醒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头晕啦，这个口干舌燥啦，鼻子容易过敏啦，还有呢这个对，还有啊，年纪比较长的朋友呢是不喜欢吹冷气的，那电风扇直接呢也不能吹着身体，这样子啊容易筋骨酸痛哦。对啊，现代人的文明病啊就是这么来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对对对，没错。那冷气房里面最大的缺点就是空气干燥，对，缺氧不清新，那吹久了的真会让你头昏脑胀，筋骨酸痛，整个呼吸道干燥不舒服。那尤其呢是像小姐啊太太们的皮肤啊容易干燥，那一干燥就产生了细纹，什么样的保养品怎么擦可能都不够呢。对，另外呢还有家里面的小朋友在这个干燥的冷气房当中呢，它是不容易入睡的，而且呢它很容易变成过敏体质，这可是所有的父母都非常担心的问题啊。所以呢很多欧美先进的国家早就在冷气当中呢附加了那个湿度的调节功能。对，那否则呢皮肤就会像放在冰箱里面的蔬果这样干燥起来，发生了皱纹，真的就是很可怕了呢。我想这一台啊大家所看到的巨豪活氧扩凉机呢就有调节湿度的功能，真的是太聪明了。各位朋友，你只开冷气消暑吗？告诉您这是不够的哦。有了巨豪活氧扩凉机，冷气只要调到28度，就像25度一样。对，不仅能够提升冷气的效果，雾化湿润空气，还能够生成大量的活氧负离子，对，有效地改善了空气品质，越吹越健康，烦恼通通不见了，而且还能够让您省电、省钱又环保哦。省电省钱还能够拥有舒适健康的空气品质，我想你不爱它都难呢。嘿，像我们家就放了3台。你千万不要以为在冷气房中放个几台电风扇或者循环机就够了，这是绝对不够的。是的，建议您为了避免呢空气越吹越干、越吹越混浊的问题，马上选购这一台雾化活氧的巨豪活氧扩凉机就对了。这样子啊才能够让您整个室内的空气品质维持在清新保水又有负离子的最佳状态哦。超循环、超凉爽、超省电，巨豪涡轮旋风活氧扩凉机的功能超强，无人能敌。伟凡啊，再告诉大家一次，为什么我们这一台吹出来的风特别凉呢？因为这一台涡轮旋风扩凉机呢，它精心设计了特大的水箱，可以放冰块，还有别人没有的冰晶盒，所以吹出来的风呢，可以让室内的温度呢降3到4度呢。哇，那就有冷气机的效果啦。难怪只要开到28度，就有25度的冷度哦。同时放一台扩凉机，冷气可以省省的吹，还可以健康活氧的吹。房间放一台，整晚凉凉吹，安心的睡。小孩房间放一台，保证一觉到天亮，精神饱满真健康。皮肤要保湿，空气要保水，选巨豪活氧扩凉机才能健康水当当。巨豪活氧扩凉机将大自然瀑布的负离子活氧空气搬回家，让您清凉消暑，远离酷热，雾化保湿，活氧净化空气。一级多用途，是炎夏首选消暑利器，要买要快哦。我们来看看巨豪活氧扩凉机到底厉害在哪里。吹出风的温度，高频振荡器与集中出风口间的距离精密计算，足够冷却后再出风，因此送出的是凉风。他牌的振荡器与出风口距离太短，冷却距离不够，出风当然是热的。出风的角度，涡轮导风叶片设计360度旋转出风，形成强大风压，强力集中将热气由下而上旋绕，并将冷气由上而下带入，形成360度立体对流，出风强，速度快，无死角，到处都凉快。他牌直角式出风量小，角度小，循环速度慢，不凉快。
还有涡轮旋风酷凉机是采用高科技双培力马达，不易升温，不仅功率大，使用寿命长，马达保护五年，不像别人用普通的合同马达，寿命短，易升温，当然越吹越热。360度导风叶片与他牌之比较，涡轮导风叶片与一般风扇不同，利用强大风压形成的漩涡型柱状气流，吹出集中且强劲的风束，进而带动室内空气对流循环，加速提高冷房效应，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市售涡轮机最大的缺点是叶片不能旋转，出风角度固定，范围太小，风速太慢。最新雾化控制可以微调，自由控制雾化大小，超贴心。干净清晰的空气让小朋友睡得更安稳，上课思绪变得清晰，成绩也进步了。在密闭空间充满活氧负离子，巨豪酷凉机工作效率变高，业绩自然强强棍，对不对啊？耶、上班8个小时待在冷气房，皮肤变得好干哦。自从现在公司多了这一台涡轮旋风酷凉机，有了水雾的功能，现在皮肤变得水当当呢。没想到现在的风扇有这么多的功能，还可以放精油做 SPA， 空气中充满了令人舒服的气味，真是太棒了。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夏天开冷气需要雾化，冬天开暖气更需要雾化。有了雾化，就不会变干妹妹了。所以要凉要清爽，要自然要健康，选择涡轮旋风酷凉机就对了。对，我们的涡轮旋风酷凉机能够让您清凉消暑，远离燥热，皮肤还有水当当又健康呢。贝贝贝吹，当然要吹够凉有料有氧的。要循环机吗？我们有。哎，要凉风扇吗？我们也有啊。要水冷机吗？我们有。要雾化机吗？我们也有。要活氧负离子吗？我们当然有。哎，真的是一机比多机耶。哎，多机要花好几万块，现在呢，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只要花您不到5000块，实在是物超所值。是的，所以今年夏天有了巨豪涡轮活氧酷凉机，越吹越凉快，越吹越健康哦。对，活氧新时代，酷凉超省电，赞！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5公升超大容量，台湾制造，采用双培力马达，不升温超耐用。最新涡轮旋风出风超强，品质好，马达保护5年，5G 一体全功能，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搭配冷气机使用，保证空气不干燥，有氧清爽又舒适，每个月还可以省下2到3千。你还在忍着高温舍不得吹冷气吗？现在就让行动式冷气机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来帮你清凉消暑，环保省电省钱又省空间。原价7800，特价只要4680。想酷凉一下，想吹越久省越多吗？想有凉爽的舒适空间，想在家就能享受森林浴吗？越吹越凉快，越吹越健康。要买就买有认证的巨豪涡轮旋风活氧酷凉机就对了。